2021年10月14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吼。啊，今仔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南方群系北移的影响，各地游玩同款，拢总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所在雨势间会比较较大。旧历行到9月初9，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0度吼，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哈，今晚就来个进行着今下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来，首先吼，咱嘛是来个针对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先来做一个报告吼。你讲最近台湾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是真平顺、真平安，已经啊连续吼啊几落天零确诊吼，啊无就是个位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吼，无新增加本土的个案，境外移入病人嘛无增加死亡的案例啦吼。有境外移入病人，病人啊，指挥中心已经啊规划放宽部分的防疫吼啊防疫管制措施，各管区嘛陆陆续续吼啊对安尼做。目前全国疫情境界标准维持伫第二级。那国内疫情继续平稳啊，有希望会当进一步松绑防疫的制度。啊，指挥中心有咧讲讲，今仔日新增加8名的境外移入，6名男性，2名女性，年岁20几岁到40几岁，分别来自美国、乌克兰、阿拉伯、菲律宾、印尼等吼、哦、来。入境台湾的吼，这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道啦吼。是，今仔有个零确诊的对，吼，安尼好消息，那安好，继续防疫做好好势啦吼。来，另外吼，要甲咱报讲吼啊，这个高雄发生一件真重大诶，这个啊火烧诶事故，啊，这对今仔日透早半暝啊，都一直烧烧到今嘛吼，听你讲讲也未停咧吼。啊，这是伫高雄盐埕区吼，一栋这个啊，真久以前的大楼啦吼。40年前啊。诶，真久以前吼，一栋大楼的名叫做城中城吼。曾经讲伫这个盐埕地区吼，风华一时啦吼。啊，咱等下甲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的报告。你讲今仔日14日透早这场火呢，伫盐埕城中城安尼倒来到今嘛吼，也搁咧倒。目前已经救出62人，啊，当中吼、哦、有14人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吼、哦，另外有10人死亡啦吼、哦。啊，这个消防局长吼、哦、李清秀伊正悲观，表示咧讲讲死亡的人数可能会来到吼、哦、30人以上啦吼、哦。啊，李清秀呢，伫今仔日下晡一点，搁再一次对外来说明目前火场内底。总共有62人被救出，其中14人已经无心跳、未喘气，情况不乐观。10人死亡，最后死亡的人数有可能会破30人。啊，李清秀咧讲讲，目前城中城到11楼持续伫咧搜救当中，其中7楼、8楼第一次吼搜救吼走出啊完毕就对啦，即马伫9楼、10楼、11楼一个吼咧走出当中。另外有一名这个姓林的消防队员在救灾当中受伤，意识真清楚吼，送病院。来这栋城中城到底是什么款的来历呢？吼，咱来个看吼，伊有另外一篇的报告吼。来这篇是安怎样啊？吼，会发生这种的这个大火，一发不可收拾呢？今仔日半暝啊，透早啊，伫高雄盐埕一栋城中城吼，大楼来火烧啦吼。听讲这栋以前是主商啦吼，就是吼主体啊，包括做生意一场所混合做伙的大楼。啊，这个厝的年龄已经啊40栋啊，早年曾经是盐埕地区吼啊非常繁华的地标啦。记得当前，我记得除了生活，甚至大丁啊，怪啊，做生意啊，顶头吃好啊，吼。啊，迄当时啊，城中城内底吼有啥物呢？有电影戏院，有百货公司，有酒楼，有餐厅。哦，电影戏院、百货公司这是大丁的呢。有兵工啊，人个溜冰的就对啦吼，大行有。
啊，因为管理不善呢，沙盘变形了吼，治安的死角。22当前曾经嘛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火灾啦。啊，目前七楼至12楼，总共有120户的人咧住。即马吼变成了吼社会迄个低阶层的人咧住的所在，被人家封锁吼严定第一几楼啦吼，第一几楼吼。啊，住户未少拢是独居的长辈吼，啊，即个处境拢真凄凉，吼，处境拢真凄凉。啊，盐埕地区繁华的时阵，城中城大楼足闹热，风风光光。曾经有电影戏院、溜冰场、九楼到啊九平到十外平的小套房，有人吼、用百几万吼、买起来，啊，有人吼、来做投资，有人来家己住，真济，拢总是辛辛苦苦欠规半世人。劣质的英明去买的较侪啦吼，去咧大侪。啊，随着这个盐埕地区木热轮呢，这栋大楼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光彩，有真侪住户吼、厝吼、单兄弟啊啦、空厝兄弟啊，煞单愈来愈侪。伫盐埕虎北里大57栋的这名里长林团虎伊咧讲，讲有一挂原来的住户搬走啊啦，啊是讲对国外去啦。啊，为厝主吼，啊，这个往生去了后啦，后生查囝嘛无来只继承只的厝呢，啊，甚至呢嘛无人继承得着啊，为甚至吼嘛唔知厝主是虾米人啊，迄、那个情形真复杂吼，啊，这个有记者去甲采访得着啊，伫今年初去采访吼，有曾经行入去高雄市盐埕区一栋大楼吼，城中城大楼入去甲采访吼。伊讲即个楼内底吼，一住家吼拢是小套房，啊，真侪吼户就对啊啦，拢无人住。啊，楼层吼，一走廊、一涂骹面就对啊，拢歹去，啊，无就滴水。啊，两边的住户门拢关门串好，啊，无咧开门。啊，那门关无好的吼，你甲看里面内面乱吵吵，足久吼拢无人住。啊，住户吼拢是吼独居。独居者占较侪啦，啊，真侪住户吼，感觉讲环境牢固无问题啦，无关系啦，至少会当吼啊，遮风遮雨，安尼就好啦。今年80岁啊，今年81岁的一名黄阿嬷呢，伫当地已经住28栋啊啦。伊讲伊也无买，麻烦因后生查囝啦。啊，每个月吼扣3000块的老人年金吼，安尼欠长内多啊，咧过日子。包括另外73岁的一名姓张的老先生，嘛是靠老人年金咧过日子。啊，这个储税金吼，啊，这个储税吼，一个月3000块啦。啊，套房内底的马桶歹去啊啦，啊，会井啊吼会漏水啦，啊嘛无钱人修理呢，啊都会大起就好啊啦。啊，那三顿饭吼，拢靠着社区的这个啊善心的团体送便当来互因食。嗯，阿嬷咧讲啦，讲啊，住港栋大楼的住户有3口啦，吼，有3间厝啦，吼，有三户啦，有独居的长辈啦，啊，因查囝吼外孙拢住伫中部啦，伊讲伊无想要麻烦囡仔啦，佮再讲吼，伊生活都我都能自理呀，啊，平常时除了买菜啦，生活吼的用品啦吼，是真少出门。啊，有一挂吼慈善团体吼，诶，社工啊，甲志工吼，每礼拜拢会来甲看啦。啊，伊最近吼去摔跋倒2道啦，一头去弄着头啦。啊，即嘛社工吼，单体申请紧急吼，啊，即、這个啊急救诶急灵就对啊啦吼。有饲灵灵啊吼，饲羊啊，你若有啥物状况当饲羊啊吼，化救命啦。另外一名73岁姓张的老阿伯啊，你讲讲有查囝啦。啊，毋过伊考虑到因查囝吼，家己嘛有家庭得爱顾呢，无用通顾着伊呢。伊伫盐埕地区啊，即、這个细厝徛嘛已经10几栋啊啦。啊，即、這个吼细一间，即、這个细间套房吼，一天棚啦，浴室真侪所在看拢已经破破旧旧啊啦。啊，即、這个厝租吼啊加水电吼，大楼一个大楼管理费一个月差不多4000啦。啊，为着要欠钱吼，手机啊平常时拢关机啦。只有吼，那咧有要看病的时阵才开机啦。啊，伊正感叹讲吼，啊，这个政府的社福
无照顾到应该吼啊需要照顾到的人啦、啊，亲像伊明明都无厝的人咧照顾啊，啊但是你都无法度人申请到这个社会的补助啊，啊要装这喙齿就对啦，讲甲你硬讲着爱全部的喙齿落了了才会当装啦，啊一名登记啊关怀。盐埕区刘英明的社工员，你讲讲盐埕区生活机能算袂歹啦。啊，而且吼，这个啊，厝租吼，唔嘛无贵呢，超俗俗。啊，袂少经济吼，较弱势、独居的老人，来到这个盐埕区小厝徛，啊，为着就是欠钱、省钱啦吼。啊，住处环境吼，大个所在环境真旧、真老，但是无遐尼那在意啦。林团富咧讲讲，伊做里长六年外吼，处理过吼，一栋大楼独居的老人吼，死几啊工啊吼，无人知影会凄凉的代志。伊讲伊会去进吼，四栋外前有一名七十外岁的长辈，因为少年的时阵无好好照顾因某囝啦吼，啊，煞同我家厝的人吼，安尼疏远去啦吼，啊，又个吼也无吼趁食的这个技术去做工啦，所以晚年拢靠吼做一挂散工。来维持伊个生活，啊，家己一个人伫即个所在细厝徛，啊，嘛靠爱心的人士送便当吼，啊，来度日子就对啊啦。啊，林团富伊讲有一天接到一名长辈吼，住伫楼顶的另外一户咧反映讲吼，最近来拢有做歹片的味啦呢啦，伊就去甲看，看到即个老人的门卡口前吼，伊住的门卡口前吼，有三粒无拍开的便当啦，伊感觉讲哇，这代志不妙啊！要紧通知警察、消防，将门甲弄破。老人已经死伫内底啊！吼，啊，原来即个送便当的人拢送到楼卡尔啦，啊，无送开楼顶啦，啊，就送到楼卡吼，叫其他的人甲退起来啦，啊，其他的人甲退起来嘛，甲边伫门前尔啦，嘛无讲注意到老人伫内底是毋是啊，佮有滴个无啦。富北里的林长王水成咧讲讲，即几年大约差不多有五道起迄栋大楼吼，分传单啦，一日行入去电梯吼，啊就闻到哦，迄、那个味足歹闻的臭味啦，伊就感觉真奇怪啊，随时通知里长啦、警方啦，个人是伫住伫客房内底的即个老人，又个吼，唔知归往归去去啊，无人去甲问啦，社工观察就对啊啦，有一寡吼。独居的老人可能吼无想吼要被人打扰啦，所以拒绝关怀啦。林团富咧讲讲社福关怀嘛是有限啦，尤其吼未当吼列车，也是讲吼无愿意被关怀的独居老人吼，更加需要公部门加倍耐心去突破。嗯，这栋大楼真大栋啦，四十年前就起的威武吼，伫咱咧算起来算作大栋的大。哎，这离咱边区啊。不能叫管后头，后包括公司后头。伊迄个外表看起来足像迄条咱较早台南迄个高站的安尼啦。好嘞，哎，像咱台南高站的迄个大拆掉啊，迄栋有吼。啊，这内面拢住这个绿色，拢三角窗的，哎，拢三角窗的。对啦，啊这因为内面呢。徛好拥有权太复杂的嘛，有的拄则咧讲哦，有的囡仔无来继承啊，有的三种种，有的无的。无啦，你讲吼，伊早前真济，迄、那个刘英明去买。哎、嗯。啊，刘英明伊若过往去的时阵，后生仔囝，那有唔爱讲后生仔囝，那、嗯、有亲戚，反正嘛伫中国啊。晓得对啊。开始人过来继承。对啦，所以这个消除一个大问题啊，除了讲荒废以外，有无吼？过来就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啦，什么种种这。这听来个听哦，真艰苦哦，社会弱势啦吼，弱势弱势人吼，尤其老大人吼。嗯。即马就安尼啊，阿兄啊。嗯。过来，咱这辈过去了，后一代起来，咱家老人就较侪，家生愈少囝。哎呀，对啊。老人唔知要寄偌济出来，你人唔知啊，对唔对？对啊。哦，即马七八十岁，拢伫拢，讲起来拢达七八十岁啊，以上啊，对啊，对唔对？啊，即马你啊咧，啊即马你啊咧，都不能过啊咧，哦。这怕大会烧到到底，真正有影。问题拢造出来啊。哎，主要啊，结果再问题，佫拢是老问题。对。拢是老问题，啊，大家在佫开始佫检讨啊。看迄绿色，看迄老大人艰苦，看有偌济。是是是是，啊，小几个，有诶老大人伊处境真正是足艰苦哦，但是伊无法度去申请到迄种个补助咧，伊申请袂到，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这个。
啊，这小的问题，这小到到底吼，这即马来看变啦变啦，这个了做啥？起来起来起来去啊！算了啦，这得搁发生了，得搁检讨检讨了，搁等以后搁发生。可能今仔可能怎样讲？伫这病患的社会内底，暗格内底哦，太侪，需要人照顾的啦。真正，嗯，这是一点，我感觉讲一点，政府一定要足注意了，就看人啊，伫咧大新楼、新厝啦，三种种，对，但是伫迄个暗格内底，对，这人吼。所以伊就厝吼，真正实在是无安稳感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迄阵电视嘛，做一个专辑啊，专门拢咧找这个老公务啦、啊、老特房诶、啊啊，我咧看咧到底咧都。老公务袂使，无落人去。叫伊无落人去啊。无落人去啊，嘛大家多工多诶，做一样。是是是。对不？像我讲一栋，我讲一栋六楼啊，六楼我打要困咧之前，我就为六楼开始自顺顺落来到到一楼啊。强调我门关好势无，我电话有拍无，或啊什么种种有爱注意的所在注意无，啊顺顺的，哎顺的先啊，我够去困呢，我困会落去呢，无我困未落去呢，咱家一间厝都安尼啊，佮何况讲的顺呢？你规栋厝拢栋八瓦哦，哎光头哎呦，连你光八瓦哦。这不止哦，伊个伊个唔是贵了，唔系贵了，包贵了就包好啊。你存你家己最好就包紧，包好要安那你又唔知啦。包我唔知啊，哦，对不对？你家己会当保安全，但包好临时要出边隔壁，还是要隔壁栋，还是隔壁间，还是咱可能要出啥物问题，你唔知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咱家己一栋，咱会去存啊，哦。哦，这最严重，这家己无严重得了，哦。好嘞，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这不是干那高雄市有这种大楼，对啊，全台湾我说不管是拢有类似这种的楼。高雄市这个小就小出一个问题了，对啦，全台湾。单位都有啦，有，这个问题严重的，好，来好，感谢，来咱先来进广告，两名嘉宾倒转来，感谢。哎，你好，嘿，小熊妹啊，你做一下见证诶。啊，小姐要甲你称呼啊。嘿，我正，我咧做啥物？黄小姐哦。嘿。华人住倒位啊？哦，我做堂区咧，文化中心遮。好，文化中心黄小姐哈。嘿。哎，你好，你好，啊，你咧甲阮做啥物款诶见证？哦，无啦，我咧应该吼，因为我女性有点就是说，甚至我月经也要来啦。好是。啥物迄做个腰酸啊，跟吼量吼拢拖得久。好，整个未收缩了，对啦。对，啊这。甚至吼来会腹肚疼、肩胛疼安尼啦，嘿，啊，今嘛吼我就差一号要三罐，三罐，嘿，啊，反应就感觉袂歹，因为迄嘛是我妈介绍我食的。哦，你妈妈阿唔甲你介绍了对？嘿，啊，你当初你阿未食之前啦吼，啊，甲服用这三罐过来，你感觉伊的改善是安怎？我今嘛来啊，袂讲吼，会安尼酸啊，站袂住，无我都上班，啥物拢袂，因为我这都徛几工的吼。是。有阵时啊吼，拢安尼徛啊，把油缸要搞出来，酸啊，疼啊吼。安尼。我哩无法都做工过，啊，起码拢完全真正袂啊。拢袂了对。嘿，啊，从我皮肤啊做改善啦，我应该皮肤吼，伊脖子迄拢会生，袂准啊，会空啊，都有皮啊，都会痒，都会痒，啊，看医生拢无效。像生线安尼就对啦。嘿嘿嘿。啊，你即马食三罐过来，掺颔棍之后改善着。颔棍哦，颔棍是我都食几罐了吼，即马皮肤变作好。好是。嘿，啊无即马热天应该像旧年即个时阵吼，我著去加甲以后我站袂住，拢唔敢穿迄段。热天有无拢爱穿罐了，够歹过。好。即马真正差好够多啦。是是是。啊，唔过吼，我是感觉讲，要互观众朋友吼，从做人讲一下许安那。食这真正爱有耐心，我早起来时我先食一罐甜开，刚开伊拢无反应哦。哦啊，感觉讲啊，这袂输这个吼，像迄何瑞瑞迄人咧介绍迄。感觉去用骗去啊咧。嘿，啊，结果我妈妈又讲，啊，伊咧叫算啥物吼？我吼，迄过年节了有法都食好啊，先啊，我来试看嘛，对。伊敢开钱先，我唔敢敢，伊敢食就对啊。是是是。嘿啊，我来食，食了尾即摆我是感觉袂歹，我即摆是拢咧。咋食？用因就讲会使食保养。对。即摆咧食话，我即摆是甜健康吼。嘿。有阵啊较搞干啊，感觉咧
出把我鼻塞，我今麦就今麦在改善这個，今麦在改善。我脚好啊，个卡里还做更正。哟，谢谢阿黄小姐。我甲你请教，你打开始吃的时候，你一边吃几粒啊？哦，我一间我一早我拢吃五粒，康巴的先吃五粒。康巴五粒。嘿，啊，中到时有当小朋友都吃的时候 ，AM 吼，差不多吃四粒。AM 佮吃四粒。打开始我是拢有叫三顿来吃较侪啦。是是是。啊，佮买的时阵吼，就是我的筋痛也袂遐疼了吼。是。我就慢慢差不多下早，因为我上班中昼吼，的时阵无法度当去搞厝，我拢放伊厝做只大辛苦，啊，在话吼，有当食完了都袂记渣的啦。哦，是是是。啊，所以我拢改食两顿，啊，食较侪了的安尼。啊，你原本就是讲头一罐食了，你算作讲啊无反应出来啦。嘿，啊，我就是好奇哩。嘿，我真正啊无啊，继续接电话吼，再如何？有有有，啊，这阵他停偌久的时间哈？哦，我停差不多要搁过话话。啊，你后还搁再搁点开四个好用。啊，你算算啊，我了精通了，我好食袂到四罐。食袂到四罐改善起来就对。嘿嘿。哦。啊，你算的话差不多四罐。是是是。真正结果好个，腰袂安尼酸啊，变安尼吼，去困了爱巴肚底吼，拄迄个啥物？嘿，枕头有无？啊，就安尼个倒，安尼趴咧困安尼。安尼哦。啊，酸遐酸。哦。真正，像吼女孩子啊，迄个精通的话，精通的人差不多。哦，是是是。无法都体会着，迄个疼真站袂住的。哦，安尼吼。因为我是真读册时阵啊，月经来了爱请例假。哦，安尼。嘿，请教官大家拢冇教过。这算做足久足久的镜头啊，就对啦。嘿，像我迄阵有来咧坐的时阵，拢安尼啊，拢会疼。是是是。我真正头够多。啊，你够感谢。唔好讲安尼，我为咱甲你感谢吼。嘿。啊，咱若是讲迄个有朋友吼，有同款只的状况，较麻烦你甲咱介绍一下哈。好。嗯。没问题。对，阿黄小姐，你关于这个眼棍这方面，只若是够有改善吼，真麻烦，再来甲你做一个见证。我今麦眼棍那是有较好，袂讲其他什么感安尼。好安尼吼。嘿，啊，是讲差不多这边好啊，今麦。我是针对这个鼻啊，哦鼻啊鼻啊，我这个鼻音吼，啊都是关，我声响是哪位响，啊其实鼻啊拢太贵重的呢。安尼吼，哇你今麦在服用就是，今麦在看鼻啊才来改善啊的。对对对，我今麦在服用拢安尼，啊我嘛是要在维持系列，每一系列。哇你着照期间继续加吃。哎，啊若是有改善的，有改善出来时，阿妈你去甲阮讲一下哈。好好好。好，安尼欢迎。好啦，真感谢哈，啊，这么是广告时间呐，台南俱乐部的节目哈，许多山，我建议多少多山顶来山了掉。小家人啊，读册训练啊，那经济在来中间呐，都要请病假，迄个月经啊，月事那要来训练了哈，啊艰苦，暗时也袂困就疼，啊在用这個、用这个用枕头尾巴多都吐掉了哇，这一个月要来一抓呢，这种要安怎？东西是大，足侪人无法度了，对啊，吹风扇佫嘛无法度啦，安尼啊。啊，这种吼，唔知是安那咱许多山开有好哩，迄唔是干那些黄小姐尔呢，有够侪人拢安尼呢。不管是较侪岁还是读册囡仔，拢有啊，有够侪了，对啦，佮袂顺的啦，来到地啊，石头的啦，安尼性别开始压起来，迄心理状况拢变哩，无同啊，开始来得乌白色物件，对啦，迄经袂顺啊，要来冒这种的呢。去过人食过人信任公司许多山料，嗯，啊，新懂无伊啊，懂我顺序甲有一去啊，啊，这些呢我唔知，但是雄狮大有这个咧，太侪咧就对了吼、哦，所以许多山这产品不可思议哦，雄狮大好那个使用，真正对身体有帮忙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支是咱从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能够提供济济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哦，你也当个经上心，随时陶瓷超过一支三十公分宽，咱内底个加一支吼，正原木制作旅行的本事嘛，真实，而且真舒适，真好用啦吼。当然，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要甲金十四寸的电风正台湾制作旅行，你要甲金蒙特娇热天的宝摊啊，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保顺健、惠安所、喜乐清、金立明三十粒，这拢会用起，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整哦。啊，另外一道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呢，啊，十罐的朋友五罐拍摄讲唔对，买五罐的朋友，你原来有新的精品，啷个挑选哦？你也当个金吼，白底也未生鲜吼，三控属相应的隔热丸一袋，一袋隔热丸，伊虽然讲是碗，但是足大袋，等于是碗公啊。干那伊一嘴也跨多得十五公分宽，啊，而且深度有12.5公分深就对啊吼。
咱这个碗的身边，佮有加一支这个白体啊病，咱的旁起旁落做熟悉，正方便你们烦恼去烫着烧着，佮有一块挂砍掉，有够水的，正大方正卫生啦吼。当然，咱要甲金啥物都保温，背一支嘛用着。你要甲金白沙湾起佮一条金旁黄胖子半打。你要金无换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清净海宽宝洗衫巾一包，拢总可以哦。咱一道经一行为关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咱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邓丽君所来演唱《难忘初恋的情人》。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宾贵的叫回转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上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吼，好来感谢，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
这种这种火灾吼，高雄这种火灾，今仔日代志尔嘛，吼，对不对？嗯，安尼。昨下暗，昨下暗，算今仔日凌晨啊。今仔凌晨吼，啊，今仔下昼我食饭卡看到电视诶，看到个着艰苦啊。嗯。安尼吼，这虽然发生伫高雄来讲哦，但是全国吼，可能拢有这种诶状况了，对。嗯。政府绝对吼，无论安那吼，爱想一个妥善的办法了，对啦。尤其迄、那个迄每一个市关市的市诶市政府啦吼，嗯，迄应该市政府的代志嘛吼。对、嗯、啊。那看安那吼，唐中公打也无要紧啊，吼对不对吼、嗯？我是感觉讲哦，这无做一个好好做一个处理哦、嗯，发生这种事是吼，会惊天动地啊。对啊，是。就真的无多人无多人，唐公看安尼啊，吼看安尼啦，吼安尼实在是足艰苦的啦。是。安尼啦，实在是唉。啊！你各种不清啊，唔、嗯、好。嗯，要赶紧解决啦。所政府就是爱解决工贵嘛，哦、嗯、对不对？哦、嗯嗯，不管是哪里个管区拢好啦，哦，哪里个管区，这无分，唔能够分哪里个啦，吼、哦。安尼吼，应该每一个管区吼，像这种状况，要来解决，要来去处理。这十间啊，一间这安尼安落下来啦呢。哦，对啊。所以用这多年都有，这政府现在爱去处理这个工贵，尤其老大人哦。嗯。这哦，弱势太侪了，我感觉不够侪。这主要社会的福利有无吼？爱分的平。对对对，这嘛是。你社会福利分的平吼，你社会福利会当替政府多做足侪代志安尼嘛吼。你像阮大人当时他都啊，像你讲。高震楼啊，有无？哎，较早，较早迄高震楼啊，即摆拆掉啊，全部拆掉啊，拆掉即摆迄地啊嘛。迄地遐即摆就变成迄落空地啊，一个迄个什么清水公园、啊。特别处理，哎，到时候高震楼叫地卡叫烧去哦，现在走袂去。啊，对，迄嘛走袂去，迄嘛是讲作恶通道啦。当时台南市吼上大景的打气氛，台南市上悬的高震楼啊，好，迄有合作大楼对啦，迄有够呛的啦。嗯，哦，对不对？对啊。哦，伊当年那个囡仔啦，对啊，有够清的啦，对啦。内底究竟啊，有动物了，嗯，歌厅啦，舞厅啦，但舞厅就嘛不是，但舞厅迄个一间舞厅就是枕头啊，啊有歌厅啦，啊有电影院啦，动物啦，高层楼啊，还尾项哦，好跳起来。跳起来，尾嘛是无落落去，啊无落落去了后，怎啊变成嘛是变成是一个死角啊，变成一个问题所在了，对啦，对啦，对。即个老大楼啦，啥要拆无遐简单嘞，迄你要找遐人全部找较对，啊有人签同意书啦，啥物话种种，迄较无遐简单啦，吼，好来好，来继续过来甲看新闻消息哈。来，接下来，咱们来报一篇吼，这嘛是最近这几天吼啊，差甲请来的一篇新闻啦吼。这就是郑丽文啊，伊伫咧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过程当中吼，啊，伫遐咧骂来骂去吼，骂甲安尼，今仔日咱有看到吼，迄、那个郑鱼仔案吼，去红抹乌雾乱的。诶，这个涂显泽吼，前卫生署的署长吼，终于嘛出来讲话啊吼。嗯嗯。伊讲吼，郑丽文到今嘛二十档过去，还未甲我回失的啦吼。嗯。来这边咱来甲看吼，安怎样啊写？国民党的立委郑丽文伫十二号即一天伫伫法院啦，安尼含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安尼一句话，安尼有嘛一句来一句去，一直到甲今仔个见会还未停，佮继续咧结。前卫生署署长都心贴啦，对着遮提起着过往的郑鱼仔案，表示讲当初无查证，就对伊批评的郑丽文啦。二十年已经经过啊，到甲今仔日才比较回事的，直接指讲郑丽文认为别人讲伊未见效，是比较侮辱。啊，那安尼当年伊咧侮辱涂显泽的时阵，到底是会见效，还是未见效？苏贞昌十二号啊，带着各员伫伫法院陪审郑丽文质询的时阵，直接指讲蔡英文政府无积极争取协助动力的定罪感，更加质疑讲苏贞昌甲啊总统蔡英文到时若中国拍过来，因是第一个、第二个导航呢。苏贞昌听了真受气，甲呛讲你未见效，我无想恁遐人也未见效。就开始吼引起了吼啊，这场的风波。这些是过分了。嗯，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总统甲行政院做第一个、第二个导航。系啊。
这倒一个饮袂饮尤其是尤其是个哦，迄个导航牌呢，你开始听讲。啊，你家己是导航的人，啊，你来每一个每人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就是一个行政院长讲的孙娘，啊，叫我拿来中间，恁两个头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导航，先导航的就对。我要问俺乡区大，倒一个真会晓。对啊，对啊。做这种不三年，真无交出去就好啊，对不对？来对着这多星贴，伊第十三去伫面册开始批评，讲对于郑丽文讲着话安尼气压压咧，即顺的模样来甲看，伊拢无进步着，完全也无管事实，也无管证据，是毋是有啊无？就干那想要出风头尔尔，那亲像以为讲吼用这个泼妇骂街，会当得着人拍破我声，真正足幼稚。另外，伫1996年曾经参加过吼野百合的郑丽文，以民进党籍来当选的国台代表，苏贞昌更加帮伊助选，无想到讲郑丽文因为郑兄啊这个案件，去予民进党个开除党籍。杜新铁伫这个网络的文章当中有讲出2002年，迄当时做吼亲民党的立委的李庆安指控呢。指控伊去 KTV 对着查甫囡仔吼，安尼共装耳啊，共性骚扰。但是迄当时共党的郑丽文也无去甲查清，就对伊做负面的猜测、严肃来批评伊。杜新铁伊进一步咧讲讲郑丽文即种吼，只是敢若吼想要吼引来人甲关心注意尔尔，甚至不惜讲出白贼话心态。引发了吼令人不满，到尾啊去和民进党开除党籍，而且郑兄案件水落石出，全台湾拢知影李庆安是咧操弄媒体，部分的媒体人甲名嘴嘛拢公开甲回失的呢，但是郑丽文都拢无向伊回失的，这就是郑丽文的这个人品就对啊啦吼。啊，杜新铁伊指出咧讲。讲伫位质询的时阵有言论的免责权呐，但是立法院是一个辩论的场所，就算讲质询的时阵嘛，袂当讲白贼话呢，嘛袂当去侮辱官员呢，啊那无吼啊，主处肌肉会叫选民甲你唾弃，杜新铁伊批评你讲讲要20冬啊啦，如今吼已经是国民党的战将的郑丽文，嘛是愈来吼愈往下定论啦。一旦吼用导航来骂啊，这个议长甲总统煞讲别人侮辱伊未见效啊，那安尼当年伊侮辱我土行者的时阵，到底是会见效还是未见效？啊，这样都唔知安见效是安尼啊，啊未讲回去咧啊，未无证无据的骂家己的同志，迄是算家己的同志嘛，对唔对？伊是民进党籍的土行者嘛，是民进党籍的嘛。好啦，郑丽文这件代志，这是来讲起来，咱绿营这边来讲，早就无改当作是一个人啊，同安尼讲较紧啊，吼。啊，至于讲要改当作啥，因就个人去家己去落去。啊，最近郑丽文吼，有一挂即个叫做较早支持台独啦，啥物种种有诶无影片吼，拢叫人甲变出来嘛，甲变出来。叫郑丽文讲啊啦，你敢知？伊讲伊较早确实伊是即个做台独的基本教义派啊，但是后来发现讲原来台独是笑话一场，骗局一场了，对。这就是伊不替未来离开民进党的主要原因。你甲看嘛，伊是用台独的，即马讲伊是伊家己离开的。我问郑丽文就对啦，你当时台独的中国，你即马话迄个是台独还是迄个是迄个导航派？对啊。所以互相矛盾嘛，伊互相矛盾啊，伊即马挖掉咧，迄个国民党完全是同中国做伙的嘛，是不是？哦。台独这个物件也搁低嘞啦，台独这个物件其实我要郑丽文讲，台独也搁低，只是换一块扛棒改做中华民国尔，因为伫蒋委员眼中内底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啦，哦对唔对？所以台独伊无消失掉，你只要坚持唔和中国统，唔和中国退去，你就是台独啦。无啦，啊即马郑丽文，郑丽文你本身你怎么参加迄个党？统一党啊，迄个九二共识，一中国标唔是笑话吗？强调我哋迄个九二共识。有。阿强来，你讲无迄个九二共识，为一中，我承认讲有啊，有九二共识，啊，就你嘅共识，我嘅共识，中间就对啦。阿强来，你讲无啦，伊嘛是讲咧骗台湾啦。
都即句咧骗大家。哎，这不是真正大笑话一条嘛？是不是？啊，所以你咧讲大多是笑话，其实大多咱。以咱这个所谓比较较基本较厉害的人来讲，有影我感觉大多敢那抢无去啊一块。但是咱来另外一个角度去较想的话，你只要唔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就是大多。对啊，咱讲唔是安尼嘛？啊，你啦唔接受。林刚原来叫国民党啊开除的时阵，伊唔去洗翻头噶。国民党咪咪讲，我后手发现着国民党，你讲统一原来是笑的。系啊，有可能就是安尼路顶。伊今仔日系国民进党安尼，明仔就较袂讲白党安尼啊。哦，对不对？这人这两讲啊，念念未了，这个这人看一张消息未来。系啊啦，系啊啦。看这人看这衰啊。这新闻头个真正皮了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曾仪啊案啊，这个案件迄当时，如果大家记忆哪个真深的时阵就对啦。咱来，咱看到迄当时的李庆安吼，包括媒体迄种的报道，互人感觉讲真真正正曾仪啊的人就是屠行者，真正若无屠行者，竟硬对硬肉的话就对啦，肉甲一个罪恶照出真相，改变了后就对啦，大家真正当作是屠行者。真正吼，这个案件吼实在真恐怖啦吼！啊，所以大家那咧讲话要去讲无乱安怎以外，话先想一下啦吼，爱有证据才通讲，唔通吼无证据，甘会无天乌白讲啦吼！啊，另外咱李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件好消息啦吼，就是发生伫顶个月啊，这个屏东高雄有一间超商的一名女店员，去有一名讲可是笑的啦吼，去甲乌目睭啦，啊，包括木甲片啊吼，迄个骨拢脆去。今仔日已经来出院啊，经过19天的治疗吼，伊真欢喜，伊家己录一块影带，伊甲所有的朋友关心伊的朋友讲讲，伊的目睭完全拢看会到，看甲真清楚吼，无问题啊。啊，医生嘛讲吼，伊的目睭无问题了，对啦啦吼。哎，健康好，健康好，稳定。对嘿，啊，包括片啊吼，这个部分嘛，应该嘛拢恢复当中啦吼。啊，这伊唔盲讲啊，今后会当早时间恢复这个健康。啊，水水的生活啦吼，啊，这医生甲咱听众不用做报告吼。啊，安心啊，目睭看得到啊，啊，无问题啊，吼，好，上场我先。哎，来来，非常感谢吼，啊，咱即马新中时段交各电台做这个工商服务，稍等下咱个等来节目现场，感谢您。大家好，我是林家良，你即马收听的是上有林正伟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来来来，咱政府有好康要报予大家知。今年台湾经济大成长是11年来上届好，旺旺旺！政府要甲大家分享咱共同拍拼经济的成果。即届大家免出钱，会使直接领500元，有够赞！十月七八就会使开始用咯。行政院呼吁大家500元大消费，冲冲冲！台湾的经济搁再冲。以上公告由行政院提供。中华电信 5G 客户独享免费 4K 影视赛事多视角直播，演唱会多视角转播， VR AR 等精彩 5G 服务内容，申办年约方案就能用极优惠价格畅玩主机超级高画质云端游戏，聆听 HiFi 无损音乐，看 AR 电子书，还能享有游戏手把、抗噪耳机、 VR 头盔折价优惠。现在就是申办中华电信 5G 好时机，中华电信 5G 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大家好，我是经济部部长王美花，提醒你去百货卖场甲美容美体的场所，一定要配合实名制以及个人的卫生防护措施。去美容美体场所消费，请民众提早注文，方便点头掌握人数。业者要加强便所、电梯甲电扶梯的定期消毒清洁。政府甲业者会共同做好防疫，打造安心的消费环境。以上广告由经济部甲机关署提供。我在台湾进行种植土贵，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土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土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啊，安尼哦。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高上以上哦。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想你，就一点赞的赞，无计无减，只靠人前途茫茫，心沉重。齿花阁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过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四十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卖十几年来，医生阁互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紧卡，台南康六79450079。台南控六79450079，感谢你。庄瑞雄，上赞，馆长选好，庄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台大博士，是三届屏监第一名的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也替龙溪民争取福利。这届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庄瑞雄，上赞！庄瑞雄，上赞！馆长选好。庄瑞雄，庄瑞雄，上赞！馆长选好，庄瑞雄。好来，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计费专线，听众朋友，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卡互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也整产品的部分呢，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哦，互咱做询问、做挑选，选一项
委员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林，小弟张立军，在咱山上来甲咱做乡村的服务介绍。好来，等活动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来。那咱叫一个活动吼，就是国民党啊，第十月二三发动要来罢免吼，基进党的陈柏伟立委。啊，咱住伫沙鹿龙井大都乌日雾峰大台中地区第二选区，加所有的选民。咱以前如果那是吼支持陈柏伟来当选立法委员，咱这回绝对吼，无论你伫对一县市咧吃头路读书，一定爱去倒转来，倒转来吼来支持翻罢免，和陈柏伟即是实会当搁再吼留伫咱大台中地区替咱台湾人来做服务啦吼。来，另外要邀请很多朋友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从天军演唱》。短婚娘精神雷，好来共同欣赏，感谢。风雨惨惨，草木含悲，云烟凄凄，百花含泪。一个风雅幽静的风景区，偏偏被一挂丧心病狂、丧尽天良、无理性的恶魔，来利用伊做欺人笑路、残害笑路的所在。唔知我做纯洁的少女来含冤求全，连天真可爱女学生，恶魔的手永远袂当来个利息。可怜的天下父母心，投进了伤心泪。可恨善良的人只会当留着满腹的愤慨。如今这个正如想象的正义国，煞来变成少女的上大的断魂娘。哦吼吼！孤魂哀哀，孤鸟难啼。妹妹若听着断魂鸟的惊声，谁人要来柳肠寸断？谁人要来动声哀哭呢？钟声呾响亮，日头已经暗。朝朝归军飞向东，予阮看着心茫茫。啊，心茫茫。人生啥人亲像我一关的凄惨？着惊细汉无领通行动，天光靠个日头暗，予阮伤心目可安。啊，不可安，爱切地来放生，怪惊干的苦叹。断魂鸟不堪，害伊一世人
听开这对青春梦，予阮袂离找无人。找无人，甘愿为爱牺牲友情，少惊大恨。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贵的叫回转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在是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咱哥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了咱们那个报一篇吼啊，这个台中第二选区吼，恁知影陈伯伟对昨昏开始吼啊，要用十天的时间，对透早五点还是六点一直行，行到阴暗十一点。啊，昨昏啊，对这个乌日行到无风吼，啊，咱有看到吼一篇新闻有来报道讲，伊利用昨昏伫咧啊用卡波。在咧走伊个选区咧做说明的过程当中吼，讲原来有去参加一场这个类似辩论会啦吼。咱来听看吼，伊这是安怎样啊报？台湾基进党立委陈伯伟罢免案要伫十月二三来举行。陈伯伟伫昨昏十三日呢，伫伊个选区展开了一百点钟的暴行反恶霸、恶质的罢免的活动。啊嘛伫阴暗七点诶，公办诶电视罢免诶说明会，说明会就对啊啦。甲即个罢免案诶领衔人吼，杨文元正面对决。啊，双方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吼，诶过程当中，由台中市吼选委会伫吼 YouTube 诶频道专程来做直播。陈伯伟伊表示咧讲啊。讲家己啊，无对不起台湾人，而且吼啊，这个杨文元身躯顶穿着兵民起义，煞袂记即旧年啊，伊嘛只是一个老百姓尔。啊，这个兵民所讲的话，敢毋是应该吼啊，是所有的人拢听捌的吗？是安怎样？我要透过着媒体来扭曲呢？安尼提伊即阵过来千分钟内底三十秒，对伊来扭曲来抹黑呢，伊感觉真可惜啦吼。啊嘛，希望台湾的政治的未来卖用话术，唔卖搁再吼啊讲白话啊。啊，对着杨文元指控吼啊，讲对中会无作为啦吼，就是即个台中的即个火力发电吼，讲啥物无作为，陈伯伟伊回应咧讲，讲中会唔是伊起的。历任的市长、立委嘛，唔是伊的政党要求啊。这个中会降载，伫伊当选了后，随时打电话，互经济部的长官要求一定要小心、谨慎来处理。2020年的春节呢，中会确实有降载一百倍啦吼。唯一就是吼，唔捌停工过一日。所以吼，卖个讲吼，伊跳票，伊确实有去做。嗯，啊，那针对这个罢免风控诉陈伯伟，讲吼啊，这个疫苗吼是黑啊，黑啊吼，这什么意思？我唔知影啦吼。陈伯伟伊反驳讲，每一个人的体质拢无同，所以有的人对黑啊的过敏，有的人未。就那亲像疫苗同款，当时伊是咧质询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建议应该将无同款品牌的疫苗写出无同款的副作用，
写出无同款，诶，即个适用的年龄，敢讲伊安尼讲唔对吗？啊，若是讲反对疫苗，诶，即个采购就对个啦。陈伯伟伊解说咧，讲讲当初采购疫苗诶提案当中，完全无去讲到未当采购中国诶疫苗。当时伊去沟通，是毋是会当排除啊？即、這个中国诶疫苗诶采购，国民党煞甲讲啦。讲反正吼，就予伊通过就好啊啦。啊，那现行的法令嘛是禁止中国的疫苗进口，而且吼，伊就是反对中国的疫苗啦。伫无完全排除的可能性的状况之下，才会吼坚决来反对。陈伯伟伊嘛吼，呼吁讲有心的人士卖来甲抹黑啦。伊指出咧讲讲，第一，伊有良民证，无健康；第二，啊，伊被讲去跋筊，但是事实上都无咧。伊吼、有不起诉书，对方利用遮个法律名词来甲进行抹黑，对伊十当前的代志做攻击，是安怎样啊？政治要选甲安尼，袂当吼就专业的文证的内容来做判断吗？如果若是无佮意伊讲话甲表决。未来一个有四年一头的选举会当来吼验来检验吗？陈伯伟伊又个重新搁再讲一次啦，伊讲吼我也无台南办会啦，我无出卖我的国家啦，我无去贪污啦，我嘛无请假选总统啦，完全无对不起立法委员的职务啦。对罢免案的开始，伊一直吼拢听从批评指教，过去做唔对的所在嘛改进。理解的讲独明优秀的立委的表现，拢会当替伊背书。伊拜托乡亲和将伊，佮继续留伫立法院，予伊会当为因重新回想着旧年一月二十二日当选迄种光荣甲骄傲。哦，这是陈伯伟昨讲完后一场辩论会啦吼。这是要听着，行几工下以后，下暗七点还佫去参加一场公办的辩论会。多少年呢？多少年？我有一个体力啦，无咱去等下调这个。这是在咱讲真的啦吼。好啦，陈伯伟已经改了，迄、那个对方要甲罢免的理由，伊阿咧甲官报嘛吼，啊就是看听的人听了结果安怎样啊。起码反正要支持陈伯伟，无互罢免的人，就是支持啊。对对对对。啊，若要甲罢免的人，搁听伊讲这话，也是要甲罢免。也是要甲罢免啦，系啊。啊，安尼就对啦。对啦，好，陈伯伟伊即马咧苦行吼，要行一百点钟民主最后的一里路吼，这个行动，基进党呢桃园东部的执行长，这个叫做纳西普伊咧讲啊，伊个讲讲迄个叫做要罢免陈伯伟总部啊，干阿一个路口尔，都徛十外个至二十个之间啊，要罢免陈伯伟啦。哦。干阿一个路口哦，看出动偌济人，一个路口安尼就当徛十个至二十个所谓的志工安尼吼。志工嘛，迄应该是有领薪水的。你阿说用看一个括号，甲括号甲括起来讲所谓的志工啊。啊，虽然陈伯伟请未起工作人员，但是可行的第一工，伊证明讲行伫台湾这条路，伊并无孤单啦。台湾民主最后一里路，咱会做伙从这条路好好啊，甲行好完吼，因为咱的民主。是咱最爱国家的这个重要的资产吼。这个纳西普呢，今仔日的脸书咧表示啦，陈伯伟决定用一百点钟的苦行啊，再一次来惊踏着伊所熟悉的这个选区吼。第一天的队伍对乌日出发到雾峰的时阵，比原定的时间较慢一丝啦。啊，路上呢，迄、那个要甲罢免陈伯伟总部宣传车吼。咁啊，射过来，射过去，系啊系啊，啊，喇叭是安尼一直咧放送就对，讲叫大家吼，十月二三爱去出来投票罢免陈伯伟，声音真大啦，但是因咧甲观察路人的人回应无济啦，哦，声音真大，但是路人回应并无济安尼吼。我想我诶，咱来了解即卖头先讲起，即卖就是咧讲迄状况就对，啊，那些跑咧指出陈伯伟对无方的服务处出发的时阵啊。乡亲准备声完的安保条啊，就送过来啊，吼啊，运动饮料啦、矿泉水啦、雨衣啦、面巾啊，啥大行拢总来啊。一群人则转出文化行吼，声完的喇叭都了了，簌簌响起啊。有一挂开车的人呢，将这个车窗啊，甲架落来，啊，车窗啊架落来了后呢，甲逼站啦，吼啊，毛这个阿进桥都卖掉过来，讲要甲陈伯伟合照安尼吼。
啊，有人是对台北高雄一路来参加这个考评的。嗯，另外两位民进党的议员呢，李天星甲林德宇吼，更加是差不多全程参与，甲立委郭国文做伙咧呼吁市民共同支持认真问政的好立委陈柏伟，唔通互伊将罢免掉安尼吼。这个纳税鹏呢，伊讲伊印象上深的，就是队伍来到某一个是迄个路口的时阵啊，这个陈柏伟走到对面一间支持伊的商店拍招呼啦，啊，其他的人伫路边咧等的时阵，无方的山路无宽，有一台公车开过来有无吼？啊，红灯啦，和这个路面显得比较更加挤，伊咧烦恼讲会引起民怨的时阵，公车司机竟然用公车放上头嘛。话是啥？讲陈柏伟加油！公车都在底下听人讲吼，这个公车司机吼、哦、用迄个风扇头，甲伊大声话讲陈柏伟爱加油，安尼就对吼。伊、讲这个风扇吼，可以呢对我竖起大旗就对了，嘿，竖着足大个鼓励安尼吼。所以咱咧讲讲呐，陈柏伟行过的所在，咱也拄好无多参加，啊呐拄好对咱头前过，大家安尼甲伊加油一下，对因来讲拢足大个鼓励安尼吼。啊！伊咧讲讲，即场罢免一开始吼，就是有一大堆民意啦、团联啦，啊，即、這个叫做市民乡亲暗加自由表态啦。啊，要罢免陈柏伟的总部，敢若一个路口都有在条徛一二十个志工，啊，街啊路规四街拢挂着要罢免陈柏伟的即个叫做啥的看板吼。啊，所以呢，即、這个宣传车啦、小蜜蜂规四街说，咱来讲两边的资源，我查下这就好。对啦，伊去了一挂公道人士吼，不满啦。对啦，这我讲啊，这过分啦，咱讲熟悉就对啦吼。哦，对一个少年家打忠诚的人就对啦，这种手段了，实在是垃圾。对，所以伊相信。因相信讲陈柏伟这一百点钟的考验吼，应该当撼动着这个已经吼长期被人禁锢。禁锢掉的心情啊，甲民情，这个所在较早拢尴尬些啦嘛。阿姨讲相信吼，应该当互这个人甲心情掏放出来吼。啊，这个陈柏伟虽然无法度讲一直在咩个所在徛什么扛棒啊，嘛无能力去请工作人员呐、啊，还是请这个宣传车小蜜蜂，但是一百点钟的考验的第一天已经证明，行伫台湾这条路上吼。并无孤单啊，并无孤单啊，对，哈，阿姨相信哈，搁再过几天啊，就会当证明哈，这种报复性的罢免只是操弄民主，底下咧做内耗安尼尔，对哈，好，这是陈柏伟伊苦行第一天哦，甲恁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报告安尼就对哈，好来，这迄天啊，上重要就是十月二三啦。好、哦，这无论安那，因为咱这支持陈柏伟人一定爱出来投这张票，哦，啊，从陈柏伟老党的发言来，这个老好调了安尼对，吼、哦，嗯，是，来感谢。来，另外吼、哦，咱知影最近啊，这个发言啊，苏贞昌议长加这个郑丽文吼，安、哦、尼、啊、一句来一句去吼，敢那亲像这个话题也未散呢吼。啊，今仔日咱有看到这个网络朋友吼，原来实在真高。调工吼去找吼，一堆这个啊以前诶国民党吼诶相片就对啦吼，啊然后甲一个摆出来，摆讲吼对一个吼上紧会去导航安尼，什么人的先导航吼，啊好地系啦，啊好地咧运气要困难，帮路要算来算的啦，啊这排第一名的吼，就是马英九含这个啥，就是马英九啦。马英九伊迄当时含这个中国共匪头啊见面，底下咧讲九二共识，其实吼是九二共识是后壁一中国标无啦，啊连什么中华民国国旗啊拢唔敢挂，什么会了对啦？即即第一名吼是这个看伊的先导含的吼，啊那第二名吼是这个啥廉价，廉价吼曾经吼捌讲过吼两岸唔是国家国关系，啊那安尼九二共识恁是咧讲啥？九二共识恁唔是讲一中国标吗？哦，这第二名是廉价吼，来排第三名就是拄打当选的国民党党主席啊，这个电报吼回复习近平。诶，电报内面唔敢用中华民国去字字，连民国两字都唔敢写，简称诶民国都无嘢。诶，
这是第三名，看这个是不是会导航没啦吼、嗯嗯嗯？来就是红袖条吼，伊著名的，伊就是要含中国统一的啦吼、嗯嗯。这个有可能我来导航啦吼、嗯嗯。啊，另外就是郭文天哦，一个做台北市长了后呢，就两花一家亲啦、啊。嗯嗯。哦，这看是不是会导航？嗯、再来就是吼、哦，去中国听蒋惠头啊驾驶，诶，今嘛诶国民党的立委吴思怀。嗯。这个看吼、哦，原来排第一名去导航没啦。嗯另外就是叶玉兰吼，国民党的立委，伊呛声吼，讲吼停香港的警察怕香港人就对了啦吼。迄当时香港人咧抗争的时阵吼，听你头就中国人啊，中国人吼，都当国民党听。啊来就是陈玉珍吼，是国民党的立委啦。哦，金门的啦，金门的迄个啦，伊呛讲吼，中伊讲北京就是吼，因的中央啦，唔是台北是咱的中央啦吼，伊讲北京是伊的中央就对啦。另外就是韩国瑜靠中国发大财，发大财吼、嗯，什么人进去，货出去，发大财吼、嗯，这个就对了吼。这个看吼是唔是弯啊吼，诶，先到后尾吼，啊，好，定定运气要啦吼，你要看什么人会第一个、第二个导航的，这几个吼你去见啦，阿咩啦，嘿，会多搞咧。对对对，这网络咧收这个物件足紧咧，下面就属于个反驳登记啊，你家己看恁家己国民党。所以头下咧讲讲郑丽文讲，伊迄阵伊发现讲，原来台独是一句笑话，是骗局。啊，你结果去走去家里边去国民党，确实真正系大笑话、大骗局的，吼、嗯，对不对？吼、哦，好啦，咱感谢吼。在网络上吼，有只真侪迄个相关的迄个破文吼，吼、哦，大家罔看啦，会心一笑啦，会心一笑。吼，诶、嗯，家己都同意啦。对对对，大家同意。即个算家己都同意啦，即个。用咱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你摆个顺序，摆好者，和你家己去讲讲，多谢心头行啊！有有有，是来阿亮来，边边是遐个物件啦吼，来，咱接受你去来个念一篇报纸。这个骨啦当前嘞，骨啦当前，咱台湾发生一件吼真大件贪污案件，就是咱台湾吼向法国吼买这个啊拉法叶舰。啊，结果吼、哦、有人伫中吼、哦、啊，收取佣金，收取回扣了对啊，然后就是汪传普，汪传普即马家族吼、哦、拢全部秘伫外国，唔敢回来，结果去予这个啊法院甲判吼啊138亿吼、哦，因收起的钱全部拢爱吐倒出来，爱向台湾政府吼、哦嗯。你讲军火商汪传普伫1989年到1991年中间呢？来介绍着国防部向着法国的汤姆森公司购买6台拉法叶舰，煞对中收取吼佣金呐、啊，下走了犯罪的所得了对啊，包括所生出来的利息有9亿6千万的美金呐、啊。啊，汪传普后来呢，大走去美伫英国人，2015年破病死伫英国人，后手最高法院继续吼伫这个船里。财政没收不法所得吼3亿1千万的美金确定，昨昏又搁再一处来财政啦吼，没收1亿7千万的美金，总共已经啊确定没收了吼4亿8千万的美金，合台币138亿过3千万。但是另外，这个生出来的利益3亿4千万的美金就对了，大概差不多95亿4千万的台币，即马是撤销发回。哦，退休发回，听因这个咱台湾内底的这一款吼，有关的司法人员吼，嗯，就是咧插这个司法、插这个法律的人咧讲了对啦，讲有可能这个啊，这条钱去互人贪污污去，这条钱寄伫银行生出来吼，3亿4千万的美金，跟咱想即马底下咧算未好势。哦、所以定发回定定做处理就对了啦。是算利息算未好势，还是啊？刚才先从利息有加算啊减算啊，这咱唔知影吼。这伊这报纸吼就偏啊偏咧，细偏啊，嘛无讲报足详细啦吼。啊，所以大概伊是报安尼啦。这个当时我那轰动一阵的大案件，加到这样时差不多大家听到哦，差不多就过啊啦，八点以啊，系啦。啊！即个发回诶时间，咱台湾政府会当提偌济倒转来？即安尼看我看无咧。嗯。到底是已经真正会当退转来啊？因为迄当时这条钱有过38亿哦，莫说了，对啦，真正我倒来收得来吗？对啦，有我倒来钱，因为安那收得来？因为这条钱迄当时就是拢伫法国边。对啊。
咱迄当时过到伫法国去的时阵，法国政府已经甲吊钱没收起来伫手里啦。嗯，没收起来伫手里啦。啊，所以咱含法国伫遐咧拍国际官司，啊，即马咱拍赢，这条钱法国政府已经一笔一笔已经寄转来咱台湾啦。已经袂啦，已经一笔一笔钱是转无去，我唔知道，因为我上近这篇的进程，这篇我看到已经有，即、這个法国政府已经钱有。嗯假登来行人台湾进步啊！哦，安尼好，安尼好。这个钱要收上，没讲没收，没收，没收时候，这一般都不要用。啊，没收，没收，没收。我们没收啊，几个人去来，人去用办法，给你预转东西啊。还有提高手较准，对啦，提高手。啊，有人讲安尼有啦，就变成别个台币啦。提高就会登来台湾就升，安尼有得。对啦。所以像这个应该就是啥呢？敢知？因为咱的政府嘛无钱，通去买这武器啊，嘛是摕咱人民的税金去买。对啊对啊。啊，这就亲像咧讨国民党的公善同款，就是讲，对，你若讨转来一条，台湾人就当发一边啊，迄个就叫高倍更啊，是啥物更啊？哎，对啊。啊，讨转来一条就发一条现金的，安尼给台湾人，台湾人就会关心嘛啦，哦，安尼啦，讲安尼较紧啦，吼，啊那无。即即马即个新闻差不多一篇仔囝尔，吼、哦，你来看，伫边仔只尔，对不对？吼、哦，再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定位吼，啊，唔难未记呢，十月二十三号吼，陈宝伟这些一定要甲顾掉，啊，要甲顾掉，除了口音要来表达咱家己的意见以外，上重要，恁伫迄五个选区内底，伫五区内底老亲戚朋友的吼。哦定位是个卡一下吼，感觉。这个事情吼，这个事情比台湾轰动的一个议题啊。哎，对，这轰动。越轰动，对咱这三球吼是愈好啦。希望是安尼。对不对？是愈好的，对啦。好，来，咱来进广告，了，明再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吼，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的专线电话来，感谢。非常感谢咱今日用几时代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加产品就对哈。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像是二十几档啦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咧，所以向许多，虾米人食有效，十当后嘛是同款食啊。所以许多山是非常期待咱向许多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了吼，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知道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食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虾米人去做这个夭寿药咧防食，定心呐、啊。哦，对不对？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巴肚来一作数，那拢唔知道，吃了就巴肚来。所以就最近经济哈，你敢咪当无注意嘛？身体无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他们讲，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是那个治疗高血压，啥治疗糖尿病，哦，啊，啥机能、五脏六腑，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气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啥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吼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胸气大，正系特种朋友人就对了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一个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才是袂顺啊？会乱哩，乱哩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哩了，伊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对。
但信任公信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都先比武，大家拍电话入来，上尾拢有甲咱讲啊，哪你敢知？讲哦，我怎么食着许多山，食一段时间了，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蜻蜓在下的顺序，皮肤哪会太水？那没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公司是落去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面呢，面也是有光强，我、哦、这人身体就用。面也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内详细话，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啊，不就就是这所在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哩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吼，他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做上来，就调整做上来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吼，有那个手骨头，那骨头咱就知影吼，哎兄弟啦，这是顶骨空啊，老骨皮骨用还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也破去了，对。所以这真重要，恁骨锁做保养吼，互你介绍，恁骨锁互你了，对。这证明的第二代。金里边的第二代是米巴这个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以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顶啊，热工的电工啊，你做过程中间吼，升温也降低，所以来克服这个热工顶，包括的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预防素、疫苗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巴这一团的团队去研发出来就对。所以别别咧吃，咱来吃升温较好好。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长啊，长啊，到底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免咱未使有先死咯，喜乐通挂长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血液，这个血液按摩木，我常常在咧讲，大家跟各咧讲就对了。血液在咱的血经的流通，包括中年军的血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有特工，我就咧吃，哎呀，你一两年嘛。啊，暗时两粒，啊，若上计是去中途去食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塞伫心中就好，无好，塞就食力，啊，塞伫脑也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保喜乐清，保顺健，含属朋友一项尔，也无算，也无算，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怕电话过来，咁叫保顺嘅点个服用吼？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咧贫血嘅人需要吃嘅物件。从始做见就两味药，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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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行啊，那个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含两粒，上计下昼时啊，搁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复活。是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啲冇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
真了知心不在光影的色彩，叫中人去出彩排，伊翻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计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那接下来，咱要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吼啊来开讲。咱现场的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大家要电话，我关心要卡咱麻烦个加空，你感谢。谢谢，你好。大家好，我是北市民。哦，是。我谈一下造桃的事件。嗯嗯嗯。霸凌陈柏伟这件事情呢，已经轰动到全世界。全世界现在拢大家在看，敢那台湾有这种恶极恶毒的霸凌，不合理的霸凌，大家现在都全部全世界都在看这一场。那朱市长呢，佮现在佮坚持，甚至于呼吁蔡总统说造桃这一件事。今天新闻那个自由。那个报纸还有刊载这一篇哈，那呢我嘛请问朱主席，你懂造桃吗？曾经出来选高雄市长，又跳出去选总统的人，他是不是弄死人？甚至于完全没出面，到王先生要出去啊，他还去烧一支，甲连一支香都无。这个算不算造桃？更何况陈柏伟啊，各有甲。受害的人和解，这算造桃吗？合理吗？会使安尼硬拗吗？你就是要甲伊拗啊，对不对？你既然啊，感觉讲心内嘴巴拢无是中华民国的民国两字拢唔敢讲啊，串供乌道洞，你串供串到这厉害，连一个国防一个小洞安尼为。替这个小老百姓来守护这个国会，安尼你都一个一个要甲扭发街。你领的是国家的薪俸呢，退休俸，恁大家领的拢是，对不？陈玉珍，你讲的，你支持恁北京中央，那请问一下，你现在领的是谁的纳税人的钱？台湾人。敢不是？人那是无法多讲道理，没有是非之分。没有羞耻心，干那一样野蛮，哎，干那要底下背棍，然后呢，这就是人类的失败种子，这都不是人啊！哦，硬要野蛮，安尼不是安尼不是人呢？安尼就是人类失败了，这叫做土匪，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人渣。我讲的很道理，因为这种的情形只有你们这一类才有，包括中共那边，讲的是被拆毁。包括郑丽文，迄天迄是等于是事先设计好的，要当那个苏院长跳的，可是苏院长不跳下去啊。对啊，因为我那一天他的对话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啊，我是就认真在听讲苏院长你也按他回答，你看看伊会不会被设局？可是苏院长应对的好啊。对不对？对，人做一个立法委员，做一个领纳税的人的钱，你连这样的，你也实在是悲哀。哎，是，最终一句话，罢免这一句话，台中市民请做领头羊，把陈柏伟守护好。对对。清除国民党是人民应该要有，要团结。坏掉。国民党，只要是国民党以后选出来的人，全部要去选，要把他，这是咱小老百姓应该要有，是是是，因为这是咱给算出来，可以安尼跟他直接挂袂着，多谢，对不对？所以全民有义务完全放弃，国民党，
亲中的候选人。好，谢谢。这是我的看法。哦，谢谢谢谢。人民要觉醒啦，想大会啊啦，啊嘛想恶毒、想嚣张啊啦，反背国家，反背国家，这笑着着。所以台中市民守护台湾、捍卫国家，就从你台中市民做领头羊，给大家看。也是为明年九合一选举，大家都团结，坏掉所有中亲中的国民党的候选人。是，哦 ，OK， 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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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好，你好，我过来，哎，你好，开始啊，我必须要走啊，来，我问你讲糖尿病要吃什么药啊啦？糖尿病都催性情吃控制药啊。锤他上啊！你糖尿病蛮坑哦，糖尿病去锤那个病医哈，病医用迄药给你吃，给你降迄糖尿病落来。十几万嘞，啊伊个卡袂行，拢回收啊嘞。安尼哦，安尼你就爱去管你找病医哈，吼，吼吼，爱管你找病医，病医也是诊所拢无要紧，吼，诊所去哦讲你糖尿病都管你来你念。啊，严严的中间，伊就管用药，你食啊，食了伊会降了。哦，迄未使，无处理一路，吼，好。啊，主要是总保伊吼，唔好大开，唔好爱有力有看啦。对啦，对啦，对。对，我知，吼，我知。今麦人哦，有啦，嘿，在伊了解，吼，好。啊，你家己糖尿病，较注意，管你用看哦，吼，食控制药啊，吼，安尼吼，好。喂，嗯，来你好。喂，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嘿，我两点要甲你建议哦。好。咱你讲阿拉话，真滴在恁骂国民党，你讲阿拉话，你就该闹开啊。哦。啊，第二点哦，上恁咧讲迄个芝山国小哦，芝山国小我讲哦，即个好那种情报局所设的啊。啊，也是伊不爱红旗兵遐拦得着，暗时遐学生啊要过老大人，是呢，伊咧。囡仔少啊嘛，囡仔少，你扛教室扛足侪嘛。哎，芝山国小扛足侪教室，你登无几间啊嘛？伊啊，即马反正登无五六间啊嘛，哎，较早拢三四十间个教室嘛，扛上侪，所以即个所在要征求一寡老大人起来休困呀。伊啊无煞无路啊，因为即马伊都中心遐无路啊嘛。啊，所以这是即个问题了。是啊，伊咧是较早情报学校诶。因咧敢那贵族的对啦，不要唔当。是三国小。你好。是。哦，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哎，三友吼。你是你好。我正讲我来讲啊，这全部的代志吼，应该全世界咧关注吼。嘿，我好像想着我刚才讲。我只要讲吼，但阿星常咧讲，起码这种算你到底是咱，你咱要何通过这个罢免案？啊，这两位是社会资源吗？你人有监督门子啊？你监督是怎款？你监督？你应该你阿咧当算你来去问阿咧监督门，到底什么人有咧问政？什么人无咧问政？这款人就袂使好过。我正讲我有确认，阮大众啊，民主党遐遐立委，我个提议就对啦。这唔能叫过，你若搁八百落过，在北海林唱做，啊，这两位资源，这什么人在开？这是爱个，咱有咧好用，真滴嘛？到底唔知有咧请无？我建议讲哦，就算来个，爱个个，这背落掉啦，啊你那就发了，唔通安尼撸，要撸咧，撸咧就安尼，无啥人承，咱那个承包位，就做了，做这么多两年，你还搞八百条？好啦，啊，总会让社会是吧？哦，最近看成功。咱即马在恐怖，在过来，老总，好，老总，咱即马个人家己，一日好友人，大家出去投反罢免，安尼就对啊啦。对啊，对，不然美国民众嘛不好啦。对，好啊。第二，哎，第二，喂，算命哦。哎，拍谁哦？喂，是，哎，大家午安。哎，是。我咪讲吼。咱这几个是郑丽文吼，他是家己袂见笑尔啦。啊，阮台湾这女性大家嘛都好诶。啊，自己一个人不要脸，那骂到全台湾的女性，自己不知检讨。哦，你二十七岁的时候，你还在读台大二年级的时候，你是怎么批评国民党的？对啊。都批评国民党的批评，搞不一对好呢。对。啊，是讲你要建国呢。啊，你现在说，哎，什么？
朱振松讲得太好了，我就一直给他拍手拍，讲得太好了。你这个郑丽文呢，实在有个不要脸的。你是台湾，你说你是外省的第二代，啊，你要和我要出来为台湾做事。结果你的中心价值在哪里？没有中心价值。民进党的奶水喝完了，你就去喝国民党的奶水。啊，等到国民党的奶水没得喝了，你就要去喝共产党的奶水了。是啊，你现在就要赶快去了，因为国民党的奶水快干了啦。台湾没，那个国民党没倒台湾没喝，而且国民党实在这个死灰复燃了呢。你这个台中哈，我跟你讲哈，咱到底北部这哈这。这又父老吼，爱甲咱的囡仔讲，甲咱的小囡仔讲，你少年人爱支持少年人，一定要等伊投票。但是你不多只咧白票，你咧上班，你只咧走套路，你只读册，你只要有投票权的人，赶快回去为我们的台湾青年做尽一份力量，打翻对打面哈，维护。好，陈伯伟，感谢，感谢，来，这个你好，你好，我再来，你好，今麦已经文不对题啊呢，文不对题啊呢，今麦已经变成严宽恒的竞选活动啊呢，你看了，今，他们的人出来竟然比陈伯伟的人还多，啊，这些拉咯，你古个组织拢咧动员啊，拢咧叮当啊，嘿，像这种，我觉得中选会是应该出来讲话啊，不对啦，整个办理活动完全不对啦，是，对不对？好，这个是根本就是在干什么嘛？是，在咧替人搞些破路啊，谢谢，好，时间的关系，咱来先讲下来，感谢。他都话咧可以，那有一个小姐人家讲了真对吼，厝内那是有少年囡仔啦吼，可能伫咧外县市咧食头路，也是伫咧咧读册吼，啊有投票权的吼，十月23号即天伊就爱甲叫登来投票吼，投无同意罢免吼，无同意罢免票安尼就对吼，安尼较是重点啦，啊无美国民党咱讲真诶啦吼，即个党难骂青，大路青啊，对不对？参天的分都分到到这边，那你讲咩是没送的咧？哎呀，真正是没送的。你做亏啊！你啊，阿谁讲的这别改啦？没有可求啦。没什么好讲的，我感觉看国民党已经没什么好讲的啦，吼！哎呀，来，咱而且要甲咱台中朋友补充吼，啊，高雄、新中城吼，这栋大楼吼，一直到目前为止吼，已经啊夺走了46条的人生命吼，41名轻重伤吼。46条人生命，41条轻重伤吼，咱明仔载甲咱听众朋友报一个较详细吼，这目前是安尼吼。所以文总统对这件代志真重视啦吼，真注意关心吼。这条大火烧出来问题，大家都去检讨足久啊。啊，检讨了以后，咱解决了未嘛？唔知啊。啊，这个各管区拢有这种类似的古大楼啊吼。啊，来好，感谢。来，时间的关系，这波到这暂告一段落，咱明仔再空中再会。谢谢，好，明仔再空中再会，拜拜。